《我家那闺女》节目中，有多位网友表示何雯娜和白敬亭很像。随后何雯娜发文回应此事，表示笑洗掉藏不住啦。大家好，我是谁，我在哪，还晒出了一张自己的童年照来对比白敬亭。不知道白敬亭是否也这样觉得呢？据悉，曾经奥运冠军的何雯娜如今已经退役转型，但在生活中29岁的她依然是单身，过得像少女一般，一点也不着急自己的感情。或许是因为何雯娜太优秀了呀。芒果捞新闻，可爱的人都相似啊。报道。